喜欢上一个技师，并且他对我说有好感，该怎么办？这期视频一定要艾特转发给你沉迷赌场的兄弟们，帮他尽快认清现实。可以明确的讲，任何一个工龄超过五年的技师都会锻炼出一种不会轻易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能力，即使是非常帅，在他眼里也就是普通客人，因为在他职业生涯中至少遇到过20个真心喜欢他并且他也有好感的人，甚至也曾深深爱上过某个客人，但是又因为现实发展，例如短期好感、谎言、欺骗等等，不能善终。如果说一般女人和男人对情感的认知是黄金对青铜，而技师和客人就是王者对青铜，他能洞察你是否真心还是荷尔蒙冲动，你只是他经历过无数个男人中的一个。越是业绩好的女技师，越知道告诉一个男人他对你有好感、喜欢你、觉得你与众不同会给他带来多大价值。除非你是一个两性关系的职业选手，懂得情感的推拉，也懂得这类女性的情感弱点，能拉平段位上的差距，王者对王者，这样他才有可能在你技术操作下付出真的感情。假设真的不凑巧让你遇到真心喜欢的人，那我建议可以去买彩票。